啥也不是。你干嘛呢？咋拦呢？看不着啊，我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哦，等等，这小子打的好像是我的篮吧？喂，小玄策，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姓啥了？敢打我的篮？哼，你真以为这么久了，我玄策一点变化都没有吗？你真以为我手中的飞镰是好惹的？你真以为？大哥，什么情况？没啥，前面有个貂蝉，你去处理一下。貂蝉？交给我！你看我办他不就完？嗯，人呢？钟馗，看着我家周瑜了吗？周瑜啊，周瑜被人勾走了。被谁勾走了？谁有钩子你不知道啊？大哥，我这是镰刀。我不是。大哥，那是飞镰。你死猴子，你还讲不讲理？玄策那明明是镰刀，你凭什么说人家拿的是钩子？那你这是钩子喽？今日哥哥，我就让你开开眼。看剑圣360度无死角切割，78KG纯手工打造。看剑柄，玉兰进口小猪皮，匠心独运，彰显低调奢华。傻眼了吧？没见过吧？一个土鳖！剑哥，是我害了你呀、啊！你说你这都是何苦了？你等着，我这就为你报仇。为什么要勾我的周瑜？我再说一遍，周瑜不是我勾的。不是，你是谁？是钟馗。钟馗在哪儿呢？钟馗就在你旁边啊，他就在你左边啊。左边根本就没有，他明明就在你左边啊。我左边明明就没有，明明就有，明明就没有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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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大哥，你俩能快点吗？明明就没有钟馗，我这些钟馗都他妈快冲你脸上了！老弟，你哥我来晚了，哥，我都快被这猴子欺负死了，你哥快来了！老弟，只要我们兄弟俩在一起，你签字我输出，这小猴子就啥也不是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啥也不是。